师专注精神，一笔一画挥毫，桌面上还陈设有小弥陀、花盆摆饰，如此有意境的氛围，竟然是在派出所。这是我的名字哈，我特别请老师帮我书写的。对对对。心情感觉怎么样？很高兴。慈济他们都会来到我们分局这边来做那个挥毫的，每年都很期待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距离农历春节只剩十几天，为了让忙于公务的警察人员提前感受过年气氛，慈济志工团队特别来到平林派出所，除利用象征吉祥喜气的各式小物精心布置之外，更带来300幅春联、200幅字画，还有大师创意挥毫，让员警们又惊又喜。把这种人文呢带进我们的太平分局，借由这个毛笔，然后让我们的同仁也有一点能静心，然后借由我们这个活动，让大家，因为他们都很忙嘛，让他们也是有平安，带给他们一个平安祝福。难得的春联挥毫活动让平林派出所挤满人潮，热闹滚滚，也让春节期间无法回家团圆的警察人员提前感受喜洋洋的过年气氛。记者吴怡婷台中报道。